香港咁等咧，就好似啊，即係都相當於極度失望。咁你由此可以睇到咧，即係香港足球咧喺我哋香港人心嘅份量嘅位置係點樣啊？咁啊，但咧即係我諗失望固然之有啦，但係唔係絕望啊。咁因為香港足球會繼續前進、繼續發展嘅，唔緊要，唔好喊啊！最緊要啊，我哋睇得到我哋前面。不用怕的，一場半場不是問題，正所謂江東弟子多才俊，卷土從來未可知，去亞洲杯的時候可能有一番新景象，這個不是香港的終點，應該是香港的起點，重新的起點，因為我們今次是由這個世界盃外圍賽開打以來，香港隊能夠將個表現俾到我哋香港球迷睇到，咁亦都係球迷都係有回應嘅。你頭先睇到個小球迷咧嚇，你睇到啲球迷咧係熱淚盈眶咧，你知道咧香港隊喺我哋香港人心目中，香港足球隊啊喺我哋心目中係幾咁嘅重要。